3月4号，一组张艺谋罕见与妻子同框的路透照在网上曝光。当天，张艺谋与妻子陈婷一同现身，张导一身运动装扮，帅气十足。妻子陈婷下车那一幕让人惊艳，素色连体衫搭配高筒长靴，凸显出高雅的气质，造型减龄超年轻。两人乘坐同一辆车抵达上海大剧院，下车时张导更是主动帮爱妻拿行李箱，大撒狗粮。而妻子陈婷不仅落座剧院观看演出，媒体群访时也坐在台下，面带柔情，眼神里都是满满的爱意啊。在今年平昌冬奥会闭幕仪式上，张艺谋再次担任北京八分钟的总导演。据报道，张艺谋高烧达39度，仍熬夜备战，妻子陈婷也曾在微博上表达关爱，为他打气，也真是 real 甜蜜啦。据悉，陈婷比张艺谋小31岁，他曾在微博上晒出全家福，五人同框，和谐美满，实在是令人羡慕呢。网络新闻，陈婷真是又漂亮又有气质，这碗狗粮牢牢先干为敬啊，不打。